啦，就会洗衣，对墙壁打乒乓，你是不会知道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的、啊。你喜欢我吗？你为什么把我的衣服丢掉？我没有。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？我喜欢你，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喜欢你，我一定可以打动你的心。4月1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。乒乓远是由 Milo Championing U Sports Development 协力在。